Hello， 大家好，早排得闲都挂住睇波，而家终于有时间可以煲剧啦。所以今次睇二魔字要估嘅就系 N 记影集名称。首先会直接拼个名出嚟俾大家热下身，跟住相信就要睇嗰套戏嘅内容先会估到。各位准备好就开波啦！呢题系咪好易呢？相信如果有留意日剧嘅，一定会识。呢套听讲个女主做得几好，唔知道有冇时间睇呢？呢套都未得闲睇，听讲都几好睇噶。呢题要睇过套戏先可以估到，大家要注意哦。平时好少睇西剧嘅我都入晒坑啊！嚟紧就系最后一题，如果冇呢套，相信大家都唔会放过我啊！唔理细个女主角劲似某条友，抑或的剧情超老土，今年嚟讲呢套都系我最中意嘅日剧啊！大家今次一定合格啦，有机会再找下啲得意嘅题材嚟估下二魔字啦。今次就分享到呢度，下次见啦喂。如果鍾意呢集内容，欢迎赞好留言同分享。记得订阅同揿钟仔啊。